一剪梅，李清照。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这首词的意思是说，粉红色的荷花已经凋谢，幽香也已消散，光滑如玉的竹席带着秋的凉意，解开绫罗裙，换着便装，独自登上小船，仰头凝望远天，那白云舒卷处，谁会将锦书寄来？雁群飞回来时，月光已经洒满了西楼。落花独自的飘零着，水独自的流淌着，彼此都在思念对方，可又不能互相倾诉，只好各在一方独自愁闷。这相思的愁苦实在无法排遣，刚从微蹙的眉间消失，又隐隐缠绕上了心头。再读一遍。一剪梅，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